司令部检阅泰山地区宪兵部队，是今天上午8点半中在泰山宪兵学校举行的，由宪兵司令王永树中将主持。开始以后，王中将首先巡视检阅了旧校部队，从阅兵分列式的整齐步伐中，充分地显示出宪兵部队训练的精良。从司令部的指挥连看出宪兵部队的机动性。阅兵分列式举行完毕之后，还举行了军歌大合唱。四枪术、交通指挥、举拳、体能训练等项目。今天中午，他们还举行了大会餐，下午进行破壳战术，以及对永安二号演。